我们有一个要致赠给我们会长的一个照片啊。其实在会长卸任的时候，往往会有一些致赠的匾额啦。不过呢，我觉得我跟会长很认同的一点是，会长也是很喜欢走入小朋友，走入我们学生的人群中啊，跟学生拥抱。所以，会长他就不要什么样的什么大的匾额，他只要一张我们上次跟全校小朋友在中南的合照。那我们也借这个机会把这一张照片要送给我们会长，是不是？我们掌声。真的很感谢会长啊，在我们家长会的支持工作上的帮忙。那除了学校的表示谢意之外，其实我们知道啊，会长他长期在社区啊，对我们小朋友的教育真的是不遗余力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家长会这边，我们的副会长这边，副会长夫人这边啊，也有鲜花要致赠给我们会长，请会长到前面来，要致赠这个鲜花啊，表示呢，会长啊，在社区啊，对我们学生长期的一个经营啊，教育我们的感谢啊。听说里面有一张卡片，那个副会长夫人交代我要朗读一下。你要说朗读一下，念一下。有倪大哥的班亲会，是我们会长啊，我总是特别的放心。有倪大哥的家长会，我总是特别的安心。我们一起在同安国小担任了9年的副会长，我看到了你跟手牵出钱出力关怀每个孩子那种大爱无私的精神，令人敬佩，也值得我们学习。在家长会的第11年你毕业了，而我们要在第14年才能毕业。家长会有你们夫妻是大家的福气，也感谢你们，因为认识你们，我的教育观念改变了许多，也因为你们的热心协助，让许多孩子更活泼，读书更精进，永远是我们的好榜样。谢谢你们，彩文。好，这是我们副会长的心意啊。